那个我们读这个《民数记》开始，这个新的一卷在我们的跟前，我想我们如果设身处地处地呀、啊，来看那个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我们就能够体会，这个圣这个摩西五经的一卷一卷这样子过来的时候，从特别从出埃及过来的。 那个情形啊，真是，这个神的百姓，真是完全不一样。先是在出埃及，在埃及地那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在这个几卷书里面的经历啊，如果我们来设身处地来看，我们就看到在埃及之地的时候做奴仆。 那真是毫无盼望，做牛做马，完全这个就奴仆做这个奴隶一样。所以到了主经过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拯救啊，把他们带到这个旷野，到这个里面，就在旷野里面，他们一面来与神立约，来。 正式地成为属乎神的，神属于他们，他们也属于神，就跟神之间完全有一个非常荣耀一个地位。然后从那里呢，就有立位记，就神就借着这个他们的帐幕迁起来。 就在那里教导他们怎样来敬拜神，与神交通，怎样来过这个一个圣所圣别的生活，来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这些都差不多的预备清楚了，然后就到了差不多，到了民数记这里啊，就开始要编组成军了。哇，这个编组成军。 这里面，这个虽然不是像那全民皆兵啊，但是呢，所有的这个许多这个年轻的那些人呢，他们能够征战呢，就成了一个团体的一个军队。我们知道这个军人呢，要一个军人散兵游勇啊，他是没有用的，但是一成了一个军队、一个团、一个。 一个师，哇，这一个那个情况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在这里呀、啊，我们一面从启示上看，他们一安营在那里，安营在这个帐幕这个油柜的周围的时候，那个光景，这个一边就三个支派，四边这个。 这个就十二个支派围绕着这一个帐幕，那个光景跟新耶路撒冷完全是一样的。那他们的十二个支派，新耶路撒冷这个门呢、啊，也是十二个门，也是十二个支派。我原来啊，刚刚读这个新耶路撒冷十二个门，他说门上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那么就说，到底啊，是不是每一个门，都是写十二个支派名字呢？不是嘛？它也是一个门，一个支派的名字，另外一个门，啊，别的字，所以它也是，我相信它也不是从这个流变开始啊，也是从犹大开始啊，犹大三个支派，流变三个支派，然后以法莲。 三个支派，北边但三个支派，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光景啊，所以这里信息里就是告诉我们，神虽然在那个时候有这个新耶路撒冷经营，但是呢，当他在安排以色列人在那边组成军，在那里安营的时候。 他又就有着一个新耶路撒冷那个思想在那里。
所以就在那里呀、啊，他们就在那里要，虽然并不是全民皆兵呐、啊，他是20岁，然后能够打仗的，然后能够是男丁的，这样。那个当初我刚刚听这一个的时候，我以为是，就男的20岁的，那么我20岁以上的，我关注20岁以上的，我想20岁以上的，像我这个90几岁也是20岁以上啊，那人的里面20岁还有是瞎子的，有的是瘸腿的。那难道这些都来当兵吗？后来就想错了，因为他能出去打仗的，这个能出去打仗也是一个资格啊。所以这个我这一定是不能出去打仗，那瞎眼瘸人更不能。所以他是在这里啊，能出去打仗也是一个资格。也是一个他的一个要求了，要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刚刚这个郭弟兄给我们看见，当他这样安隐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巴勒叫巴兰在这个跑到山上啊，看下去以色列人光看了，因为不是一下就全部看了。你知道200万，你想啊，花了几万啊，最后10几万了、啊，他200多万，你哪里？他所以开头看就是看着边缘了，那这是哇威武啊，这个真是可畏的，那个情形写在那里，所以那个情形啊，就是跟在埃及地做奴仆的那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觉得我们在这里啊，在这里需要大家看见这个怎样在埃及做奴仆的，怎样受教育，跟神发生正确的关系啊、然后开始这个编组成军了。那个那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特别这个他说每一个支派就有这个道，我就特别去查字典，他是说是道，但是要是加一个字也可以念读，那读呢你是前面它是一个读嘛，所以很容易记得道嘛，就有的时候搞不清楚了，因为这个字很少看见，很少用到的啊。他这一个支派一个，我想那个军队，我不晓得现在军队是不是每个都有军旗啊？有啊，哪一个？特别以前古代，岳飞战的岳家军这个岳字，哇！我想那个里面绣的那个形象啊，一定是非常威武的，非常威武的那个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今天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是呢，若是啊，我们在假如我们有一部分的弟兄，至少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实在是在属灵上20岁以上是男丁的，是能出去打仗的，那个情形啊，整个你对于整个这个群体呀、啊，感觉都不一样。我记得我以前我去了，也去过以色列，在座很多人也都去过。这个以色列恐怕现在也是这样的，不管男的当兵，女的也当兵。这个女的当兵啊，他们很少一个人的，他都是当然就在那里，他们就进勤务的时候都是挂着枪的，带着长枪的，两个这里看看，你一看那个光景，你就对以色列国，哇，你就觉得哦，这个东西很厉害。不是随便可以欺负的。
所以啊，我们不能说不敢说，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够，这个如果，最少也应该是他们如果弟兄姊妹能够来到礼拜六聚会看我们这一班人，都应该是那样的，一班人。啊，如果是零零落落啊，那个东西那就不行了。是。愿主真是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了，在这里一步一步，神在这里，特别到了他这个就是站在门户的时候，就是这个亚拉德和这个王，这个巴山亚摩利的王，那个还没有到那里，就牛刀小试啊，就把他们尽都这个除灭。我们今天当然不是打什么人，我们完全是啊，要为着进到迦南地，要进到那个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在享受到这一个里面无限的那个丰富，我们也还没有在这里在消极里面，这个撒旦的权势啊，在这里被我们把它击败了，把它击败了。所以在这里就是需要我们在这里特别在座弟兄姊妹，我觉得应该啊接受负担，接受负担，一面自己进到这一种的情形里面，一面呢我们到明天到这个会所或者分区聚会，我们的交通我们都带着这一个灵啊，把这个加强到整个教会这个圣徒的感觉里面，这个就好像啊，这个我们这个油漆一样，油漆一个东西啊，好像都是差不多讲的话，这个我讲的也差不多就是郭弟兄他讲的，那你们下一次这个明天也差不多是我们这个讲的，但是这个油漆啊，越漆这个就越亮，越漆啊越显明出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需要接受这个负担，那不光是知道这些真理的事，并且的确被这个灵、被这个得胜、被这个荣耀的那个感觉啊，浸透了，并且彰显出来。这一个这个是的确跟我们这个花莲教会往前啊是非常的有帮助。我就交通这里啊。